迎收看我们的。来，你看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个是妹妹的生日礼物，你想看吗？特别的日子哦，是我妹妹生日。对，我们要祝雅雅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妹妹。哎，所以妹妹今天穿什么衣服？公主衣服。哦，公主衣服，你觉得你今天是公主了吗？爸比今天带你们来吃麦当劳啊。对，然后呢，还有盖蛋糕，还有盖妹妹的玩具一个蛋糕，妹妹会要给我切。哦，是这样子，那我们等一下准备要切蛋糕咯。好，哇，你们的儿童餐送来了，汤我吃一个，里面什么东西？薯条还有什么？苹果，真的吗？什么猜、有苹果片耶，这个苹果片，这个是你的，对，这个是你的，里面有什么东西？介绍一下。这个是我的薯条跟鸡饭，还有这个玉米。你一直讲，我都看不到。薯条。还有什么？鸡块。玉米。还有什么东西？这个是什么？玩具。这个是什么熊啊？我突然忘记它叫什么熊了。熊的玩具，还有牛奶。对，还有牛奶。还有我们的快递员。里面还有什么空的？丫丫，那你的玩具是什么？你的玩具也是那个熊啊。牛奶。拿完了给你。好，开始吃吧，开动。开动了。
以啊，我们已经吃完麦当劳了，现在要进入最压轴的片段啦。对啊，我们要准备要吹蜡烛了，所以要先把蜡烛点燃。好，开始唱生日快乐歌咯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你自己把它吹熄了。我们要唱一个英文的呢。好吧，你吹熄就吹熄啦。雅雅生日有什么愿望？你知道愿望吗？你知道什么是愿望吗？没有许愿的时候，这个蜡烛还要点着啊。许完愿的时候才可以吹啊。你有什么愿望吗？给你三个愿望。那哪三个愿望？你想要什么东西？你想要草莓。那第二个愿望呢？你想要什么？你想要爱心哦。第三个愿望呢？算第三个愿望就不要讲好了。好了，那你眼睛闭起来，许一下第三个愿望。许好了吗？好了，那可以吹蜡烛咯。吹吧，生日快乐，可以准备切蛋糕咯。蛋糕的刀子在哪里？那个蜡烛不能吃，蜡烛本来就不能吃啦。这是蛋糕要怎么切？你教我。你教我切。一起切，一起切。妹妹扶着哥哥的手一起切，这是你的生日。要切奶油的地方。这个是我的，这个是我自己的，这个是你们的，这个是爸爸妈妈的。你要吃什么？礼物。这是要给你的生日礼物啊。妹妹，我们一起拆。为什么妹妹的礼物也要跟一起拆是怎样？那你生日的时候，你的礼物妹妹跟你一起拆可以？对，我们就是要让互相帮忙。你要先吃完蛋糕再拆礼物，还是现在先拆礼物？现在拆礼物哦。是。那蛋糕先把它放在旁边。妹妹，我们先把这个拆开，帮我掰。等一下啦。咚！那怎么把这个礼物拆开？妹妹，我先把这个拆了。你要怎么猜？妹妹要怎么猜？你猜不掉，就这个礼物就我要收回去喽。还是我把它收回去好不好？爸爸，我知道。我这是什么礼物？你打开就知道了啊。是什么？爸比包得太好了吧。自己的礼物就要靠自己的力量。只有这个时候兄妹才会团结。看一下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家族，这是家族。你看到了什么东西？兔子。兔子还有呢？不知道。兔子在哪里？兔子在这里，在里面。我说兔子，对啊，兔子在里面呢。啊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他的屋嘛，他的房子嘛，喜欢吗？喜欢。喜欢哦，所以要录一段开箱文吗？要。在这边开箱会不会太麻烦了、啊？要不要回家再开箱啊？我想要在这里。嗯。想要在这里。你想要在这里。丫丫，那我们要回家喽。你用魔法棒变，帮我们变回家吧。
好了，我们已经回家啦，是不是准备要开箱了？嗯，要开我的啦。对啊，这是你的生日礼物啊。怎么开？这兔子。哦，怎么开啊？我们也不知道。也太暴力了吧？用美工刀不需要啦，就直接把这个打开就好了啊。你帮我。没有了，直接打开。哎呦，还有，不是我拿个公仔，我要拿公仔，你看公仔。妹妹，这是什么公仔？兔兔公仔。兔兔公仔在哪里？这个兔兔哪个是男生？你指给我看。不知道。哪个是女生？不知道。男生是穿裤子还是穿裙子？是啊。这是男生吗？对。那女生是哪一个？这个。对。好，我要剪。好，你剪开吧。还有哪？还有哪？还有哪？你不要剪到我的手嘞。剪过。好。再来，下一个。你行不行啊？行啊。好了。好吧，还有一个。妹妹，两只兔子都拿出来了。是我帮你剪的。对。接下来要拆什么东西？公仔。公仔已经拆完了啊。还有一个，还有两个。它的这个外包装这边就显示啊。这个是一个房子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它里面这些都是房子的零件啊，这些都是房子的零件啊。我们把这个房子的零件拿出来。我们现在已经完成所有的开箱啦。对，好，我们来数数看有几个。不用数几个，我们就直接开始装吧。好吧。好，要看说明书开始装。洋洋，这个你会装吗？不会。所以还是要我来帮你们装咯。我也可以。哦，好吧，那我们就开始装吧。
菲亚喜欢这个生日礼物吗？喜欢。喜欢哦，那要好好爱小玩具，知不知道？知道。这个只是一个基础配件啊，其实它还有很多周边的小家具。那这个周边的小家具呢，我想我们之后就慢慢收集咯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祝雅雅生日快乐哦。那我们纯汉帮就先到这边了，来，我们跟大家说拜拜吧。拜拜。哎，寿星跟大家说拜拜吧。拜拜。喜欢我们的频道，一定要订阅我们的。纯汉帮。拜拜。